在人权的价值前面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。也许我们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的立场，可是来到这里就让我们放下成见，我们在追求的是更高的价值，就是人权。很没有道理，很夸张，不应该发生，太夸张。请问你愿意帮我们签名吗？不，我没有办法帮你签名。我觉得马政府一定有一个 magic number， 他总不可能让我们永远在这里啊！你怎么可以写我？你凭什么写我？这不是我的，你怎么可以写我？刚开始连五小时的计划都没有准备啊！你们的行为已经违反集会游行法，我现在依法第一次举牌警告。危险！谁在那？全球的危险！谁在那？全球的危险！